其实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，虽然说可能吃的玩的没有现在这么优越，但是那会儿吃的很优越。你是过分优越了，由于你导致我们吃的不这么优越啊。不过小的时候很多小玩意儿到现在历历在目，对，也花不了什么钱，随便拿一根线，随便撕一张纸，就玩的非常的快乐，简单。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游戏叫翻绳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记得，哭着喊着闹，我给买了一根绳，又是今天是拆的毛衣嘛？对对对，拿过一根红绳来。这叫鸡爪子了，我顺便翻给翻死。这很简单，两个队两个队之间比赛，一边出一个人，然后这边的获胜了，跟这边获胜的再 PK。好，哎，翟爷对王子明，哎，这么长差不多，对。来了啊！对，走。对对。翻死了，哎，完了，翻不了了。反正球不对，这翻着没有了。60-70之间是翟先生获胜了啊！您稍等一会儿，等着我们最后的终极 PK。来，80-90谁来？我来，我来，我要出师不利。小四翻成小王子，我没听说，真的。这要输了怎么办？行吗？我真的，好吧。看好你哦！谢谢谢谢。二队，怎么都一上来就是这？其实还有一分，好像不老一样的。你翻？为什么他的起步跟我的是不一样的呀？对呀，你的是这样的是吧？啊，对呀，你的是这样的是吧？你玩法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是一种。那你再来吧。来，我们是这个，对，很有这个，对，很有这个，最普通的那种。对，小时候只玩这种。你掏的去，其实这能玩到死。对。再掏回来，摁下来，往下走。哎，对，再掏回去。哎，这两个人可以掏到白头到老。这个要旁边有一个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好人，小四，我看好你，漂亮，漂亮什么呀？都分死了，见对方解不开就算输啊！好细啊，好细啊！哎呀，你弄的不对啊！你看，姑娘，你这完了，没办法了，这翻不了了。他弄死了，就是吗？是不是死了吗？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太柔了，再给次机会吧。星星可以弄好多种的，太对了，他什么都会。对，我们还会，我们还会展示一下，来来来。那你让他玩你那种，星星。哇哦，手好巧哦！哎呦，哎呦，而且是一个这个，一个蜘蛛网，然后。啊假了你。变成一个桥哦，然后这样变成一个青蛙，是什么青蛙？你是真能起名字呀！然后一个松紧带，对，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啊，我觉得欣欣表现非常好。在这一轮中，我们认为90后胜利。我一猜就是我死。我们请翟老师来，最后还要看翟老师跟欣欣之间啊，老少之间的对决。哎，哎，你不要慌。赶紧认输吧，我觉得还行。翟老师日常工作都沉浸在翻绳游戏当中，这没法翻了，没法进手了，这进不去了吧？哦，那就算完了啊！我们恭喜欣欣获胜，来给欣欣拿一金币啊！我都觉得80岁很可耻，一块金币都没有。玩的翻绳呢，属于是近景游戏了啊，离得很近，在跟前能看见。刚才有人提意见说老这样多没意思，咱们得活动活动。好极了，今天因为孙老师在这儿，咱们玩一个骑马打仗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毕竟骑马打仗也是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。我们先请王老师给介绍一下。其实这个骑马打仗也是基本上可以讲叫是男孩的游戏，一个人呢背着另外一个人，规则呢就是背人的这个人呢，就是说两条腿可以站地，被背着那两个人呢，他们在互相在打，谁对方的脚如果一着地，那么就算输了。舞台上圈出了这么一个小方块，这就好比是孙悟空给唐僧设计这个保护圈似的啊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先问一下，60后谁背谁？我背他。
哦，翟先生背史先生，七零后谁背谁？我背他，我背他。你背他，太好了哈！为啥让我着急？八零后呢？对，那个我们觉得吧，作为一个八零后呢，我们应该有高科技。你们背孙悦、哎、啊？好耶！我们高科技厂，我们想上坦克，可以吗？我的个天，可以，两个背一个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孩子们呢？他们背一个，没记住啊？你们自个儿说了吧。骑马，他们骑坦克，送一个。我们先从六零对七零开始，来，开始，来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贺祥。当没出现，出现了。这个游戏太血腥了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了，你骑个下马。好，刚才这个第一轮比赛呢是这个，七零队胜了啊，把这个老马给撞出去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。八零后和九零后两支队伍，啊，你们这边是谁背谁？那个他背我，我背他。你背他？我这马好瘦哦。你骑的是海马的。海奴啊！预备，上马。好重啊！来来来来，正式开始，正式。你的马是前蹄。你背他啊！你背他。来，忍住了啊！来，给我摔下去啊！哎，这还比服你了！你奶奶还长乐呢！我去，我得休息，来回骑我得休息，大哥。其乐融融，要不然这儿子，哎，你借一匹马吧，因为你们那个队伍实在挑不出马来了。孙老师可以吧？啊，行，好吧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得休息。来，让二师兄陪你，准备，都骑了我三回了。预备，开始。还推不动呢。撞住，撞。快站起来，可了不得！别着，别着急，我问一下，孙老师，问一下，没事吧？我得休息。来来来，正式开始。我都摔了三回了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个比赛就到这儿吧。太血腥了，你们有点啊。